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气报告，我系蔡振永。预料我哋今日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，大家出门口咧就记得带翻把遮啦。一齐睇下外边最新嘅气温。今朝早个区温咧分布都几平均噶，都系喺25-26度左右。而大范围嘅卫星云图上边，我哋见到同低压槽相关嘅对流云团咧，正系影响紧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地区噶噃。预料我哋今日天色咧都系以多云为主。而最新的雷达图像显示到咧，喺我哋嘅西南边咧，200公里左右咧，有啲比较强嘅雨区发展。预料咧，呢啲雨区咧今日稍后咧有机会会影响到我哋嘅噃。一齐睇下今日最新嘅天气预测，系大致多云，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，初时咧会有薄雾。日间嘅最高气温咧会上翻去到28度，风方面咧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。而至於嚟緊幾日嘅天氣展望，我哋可以睇睇電腦預測嘅雲雨預報。預料低壓槽咧會喺未來一日咧係繼續會影響我哋噶，並為我哋帶嚟啲嘅驟雨。而隨住低壓槽咧喺週末期間咧逐漸減弱，去到星期日咧，我哋天色咧會係好轉嘅噃，可以見翻一啲陽光添。所以展望方面，預料未來一兩日咧仍然都會有驟雨噶。星期五咧驟雨會比較多，而去到星期日咧，我哋預測咧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嘅噃。好啦，今朝早嘅天气就讲到呢度，再见。